20日凌晨，陈妍希晒出一张与倪妮的合照，写道：落幕后在后台听着你如此兴奋地说着舞台上的种种，模样如此动人。书童说，胜利不会自己来的，是要人去做的，就像你的用心闪耀于舞台，为你喝彩，并艾特了倪妮。稍晚，倪妮也留言称：谢谢你来看，下次再聚哦。照片中，陈妍希到场支持倪妮的话剧演出，两人还在后台亲妮合照，陈妍希举着手机拍照，倪妮则亲了她的脸颊，画面很是养眼，祝两位努力优秀的女孩友谊长存哦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